才发贼大宝。跪下！大人，下跪何人？报上名来。回大人，我为何人报上名来？何人报上名来？人报上名来，报上名来，上名来，名来来。看什么看？这是飞鹰，你懂吗？什么看？这是飞鹰，你懂吗？猫看这是飞鹰，你懂吗？看这是飞鹰，你懂吗？这是飞鹰，你懂吗？是飞鹰，你懂吗？飞鹰，你懂吗？鹰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懂吗？马，哎，大人说话可不可以消除会音？小的记性差，听什么都只能记到一半。荒谬，记性不可能这么差。大人若不相信，可以当场测试我一下。好，本虎就测试你。八八四四六六三三，果然记性差。大人英明。你姓什么？草民姓魏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我父亲姓魏，所以我也姓魏。荒谬，本虎是问你姓魏名什么。这怎么为何连自己的名字也不敢说？除非你办了假身份证。小的说了，大人别笑。公堂之上岂能嬉皮笑脸。小的姓魏，名名申金。哦哦哦哦，哈哈哈哈，这并不可笑嘛。你有三个孩子对吗？啊。有男孩吗？没有男孩。有女孩吗？啊，有。你可知你采花是死罪啊？大人冤枉，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置我于死地，凡事应该讲理由讲证据啊。好，今天只要你有多高的理由，本虎就放你一条生路。是大人。为何海尔兄弟只穿内裤？哦，没 Q 币。有理请听好，你为什么要欺骗那些相信你的人？不相信我的人我骗不到，大人。有理 I feel you。 本府不能这么轻而易举放你走，你先加我 QQ 72752606，丢名采花贼，本府要慢慢的审问你。是大人。上 Q 了。是大人。大人，财阀贼加你没？他没加我，我也加不加他。在网上他用 QQ 拒绝我说网线断了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大人应该抓他过来帮你的 QQ 农场种菜。本府昨日已经把他抓起来了，且正在我 QQ 农场帮我种菜，要王超马汉看守，他绝对逃不了。大人，禀告大人，采花贼刚刚逃走。八戒就落。大人，您说什么？刚刚还在夸有你们看守，绝对不会逃走，你们却一点面子也不给我。小的这就去把他抓回来。大胆，采花贼，你竟敢逃走！大人，我逃走并不是我的本意。我操，不是你的本意，难道是我的本意不成？大人，是这样的，那天我在农场干活，无意中捡到一颗桃子，任天上天暗示我逃，所以我才逃走的。既然是上天让你逃，那为何又被抓了回来？一时大意，没注意到桃子的颜色是白色的。你现在知错后悔还来得及，要不然等我扎到一处，说什么也晚了。是的大人，我知错，我后悔，谢谢。来人呐！哟，拿刀伺候啊！大人，您不是说我知错后悔还来得及吗？怎么不错？本府的意思是说，你说完知错后悔还不到五十，还来得及叫你斩首啊！念你能知错，在你临死之前还有什么心愿，本府帮你完成。我想吃芒果。芒果？可现在不是芒果成熟的季节呀，要等到明年6月才有的吃。小的愿意等。吃
陈娇明年六月再审，退堂。兄弟们快，亡国成仇之地，大哥性命难保，一定要去开封把采花大哥救出来。驾驾驾驾。大人，您的 QQ 被人盗了。看什么看，骗你不是人。什么，我操，原来是做梦。不好了，大人，来了一窝采花贼，救采花贼呀。不会吧，大人，快快起床刷牙尿尿吃早餐。这是做梦吧，你掐我一下试试。不是梦，贼窝今日要硬闯看风，救采花贼。哎，你如何得知？贼群给我发的彩信，彩信上说您要是不放出采花贼，他们可能就要干什么，就要让您过愚人节。岂有此理，谁让我过愚人节，我就要让他过清明节。把采花贼来了上来，快撤，快点跪下。大人，采花贼，西安想不到你还有特务同党。不是同党，是西元权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能学我说话，歪歪何不听？大人请注意形象，您还代言美白产品。所以了，关你这么久，你的皮肤还如此的白，如果去参加快狼，一定大有前途。不行，快狼选出来的是女的，快女选出来的是男的。大人直接动了他算了。大人，您要是动了我，您就失言了。WHY， 去年您说今年六月给我吃芒果，七月了您还没给。本虎说的是农历。不服话，大人，我不服气。WHY 不服。为什么看戏的时候您总是坐在前排？那是本虎带领群众。那看电影您又坐中间？那是深入群众。各种聚会餐桌上为何总有您？代表群众。可您天天坐在办公室呢？吉安相信群众。我没话说了，那就吃芒果吧。不过在你吃芒果之前，还有什么心愿？只要不缺的，本虎帮你完成。我想听您唱首歌。想唱就唱黑夜发光，黑灯闪亮，还有月亮。那您唱演月。我的电话你要听，每次打来你都要听。如果你不听，以后不给听。